穆姑娘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知道你会怪我，唉，我也不是来祈求你原谅我的，我只是舍不得我腹中的孩子。 是一无缺的。自那以后，我没有一天睡得安稳。当我知道有这个孩子，我没有一天不想打掉他。可是那日，洛河把我抓住。 当他想要杀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舍不得他。你是不会明白的。你生在第一世家，受尽万千的宠爱，又是万人敬仰的郡主。 我什么都没有了，白家已经败落了，我爹也死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现在只有这个孩子了。 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这句话何止于你我？无论是谁，都难免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。你我之间，你走吧。